主料：玉米150克，大骨筒250克，辅料：胡萝卜、芹菜、鸡精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用餐人数：1到2人。将大骨杯水清洗干净，将玉米和胡萝卜洗净后切大块，大骨、玉米和胡萝卜一起下锅，加足够的水，大火煮开后关中火炖至汤浓肉烂，加盐、鸡精调味即可。盛碗后撒上青菜。烹饪技巧：玉米的功效与作用。定传消痰玉兰片含有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粗纤维、碳水化合物以及钙、磷、铁、糖等多种营养物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